长安的逸动 Plus 十万级的家用车呢，市场呢真的绕不过去的一辆车。我比较大家推荐大家购买它 1.4T 的蓝鲸发动机版本，但是它呢有两个版本，第一个是 1.6 升的，搭配 CVT 或者是 AT 变速箱，然后或者是手动变速箱，而 1.4T 的发动机呢搭载的是七速的湿式双离合，它俩的外观上有一定的区别。如果说你要买1.6升的，它的外观是横条竖个的，显得更加稳重一点。如果你要买 1.4T 的话，它这种蓝鲸形式的外观看起来更有运动感。然后我旁边这一辆是现在全新的逸动 Plus， 今天要上市。据我得到小道消息啊，它的价格不会有太大的变动的。然后呢，在外观上有一个小的区别呢，就是说它整个灯带呢做成了一个贯穿式的处理，类似于现在的长安的 CS75 Plus 的最新款。然后它的配置也做了一定的升级。然后呢，关于这辆全新的逸动 Plus， 过两天呢我会出一个详细的试驾报告，大家一定记得看。好了，废话我不多说，它的优惠到底多少，我带你们砍砍价。这个是刚才我拍的移动系列版，分别是两版，跟移动的最新的配置版，然后厂牌价格49.99万，优惠49%，现在对于新车型优惠就8.5%，我特别省的优惠就在这里。那对了，刚才我玩车来说了，您就没跟我说，今天就是砍价，如果是请求它，你呢就成全了代理它的朋友，所以说，我这个现金优惠啊，六千在手，再优惠7000块钱起价。减1000车价，然后减了800，上牌费，然后减7799，然后购置税，然后总价下来就是91200块钱，现在。然后后面的话，后续一个返保险的返利的话，就看当时购车当天的一个返利情况来返点。就是91200，这么着算下来是吧？对。就是如果上牌和这个购置税自己去缴的话，对。那这么着，既然91200，咱抹个零。是吧？咱把200抹了，咱别1200再让你太为难了，是吧？咱把200抹了，这么着，200抹了之后呢，是所有的粉丝都这个价。那如果再拿着我这个视频来提车的，那必须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幅度，行不行？行。这样嘛，我今天做个主嘛哈，只通过这个视频哈，找我们买车的话，就再少500块钱啊，全部，然后90700块钱啊。如果说这个价格啊，就这个价格来找我们，全部可以提车。对，还有一点啊，这个保养，因为厂家不是赠咱保养的，对，有首保肯定是有的，是吧？然后逸动 P 4S 店是赠几回的？因为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是含首保里面，一共是送12次保养。然后如果说你要折6次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减1000块钱。啊。减1000。啊。如果说你折11次，因为首保不能折嘛哈。啊。折十一次的话，就可以又再减1000。啊。那这就是6次的。啊。这是11次价格。那如果这个就是折11次，就是减2000块钱是吧？对。那就如果在90700的基础上再减上2000。对，就88700块钱，这个价格。行，那就是这个价格，就是最终的一个自己，就是这个配置，对，自己去上牌缴税，这个价格是吧？然后就是，如果粉丝拿着这个视频，记住啊，一定要粉丝记得给我点个关注，然后呢，再提这辆车，必须再给我在上边有优惠，该送的小礼品一定要送，好吧？好，视频咱拍着呢啊，到时候都拿视频来找他。刚才惊险刺激的拉价环节大家看到了吧，那个价格真的挺优惠了。如果再拿这个视频是我们的粉丝来这儿的话，优惠幅度肯定会更大。然后呢，再来看一下 CS35 的 Plus 蓝鲸版，虽说它的新款已经上市了，但是现在才是抄底老款最佳的时机。那它的价格具体怎么样，走，继续拉价。在10万上市，我们又到现在在视频上，对吧？超老款上市了，肯定要有所期待吧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价格如果下到了90000，你要买，那肯定要该涨的都涨了。那我不买，我不会多，可以补50000。90200，对，整个该减的都减了。那我这么着，我也不优惠多，再优惠500块钱，给我做到80000之内。最起码我这个数咱看也好看，不是90000了，行不行？90000以内嘛。对。因为这样的哈，因为我们车价，我们因为粉丝哈，我们是粉丝拍视频哈，因为车价已经多优惠1000了，然后我们已经承诺，然后上牌和购置税一次去办理，然后肯定会便宜一点，比4S店办的哈。然后保养这些，然后我们也给你折为现金，因为90200也是我们店里面的最低价现在。然后我们因为那个装饰这些的话，你不管要不要，我们还是说
一如既往的也会送给你们。就是从装饰上，我丝毫就是薅不了羊毛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因为90000200块钱就是我们的底价。那这么着啊，我也不让优惠500了，但是店总走的时候还是那句话，都告诉我了，你全权做主。所以说，那这么着，把零头抹，咱90000块钱，行不行？90000块钱，嗯，然后，还是那句话，如果说90000块钱，还是给，粉丝视频中的哈，粉丝带着视频来，我们肯定90000块钱，应该是行。如果说哈，平时我们客户肯定是不行这个价格。行行，那仅次于视频中的小伙伴们。行行 ，OK， 那一定要记得点关注啊，就拿这个价格来这个四 S 店，一定能砍下来。那这样你写上90000，咱拍视频为证的。我还提个需求啊，你不能就90000就90000，如果粉丝真来了，是吧？那你肯定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稍微的优惠一点点，该管饭管饭，该送装具送装具，该送精品送精品，没问题，一定不让人家亏的，肯定不是好量的哈。咱比这个之前上咱便宜了10000块钱，10000多，是吧？对，刚才35 plus 蓝鲸版的价格咱也砍完了，那继续来看一看55 plus 蓝鲸版的价格到底怎么样。砍价之前呢，我先说一句啊，其实你要是觉得 CS75 plus 有点太大的，那就买 CS55 plus 的蓝鲸版，整个一个小号的 CS75 plus。 然后呢，关于它我们也出过一个动态的试驾报告，大家如果对它感兴趣的话可以翻看我们之前的视频。废话不多说，继续砍价。别请示，店总出去的时候都说了，你全权做主，就再加200啊，就是优惠700块钱，好吧？咱先写上，写上，再减200吗？对，减200，好吧？然后代办购置税，这个咱已经都去了。那保险还是那句话，到时候看票来说，好吧？对对。然后就是保养什么方面的，厂家有赠送吗？这个？因为现在的话，这个55 plus 嘛，蓝鲸版的。它现在没有保送的保养，然后这次厂家赠送的是发动机终身质保，对你的话更有发动机更有保障一些，然后保养肯定。那如果终身质保的话，是需要我都在四 S 店保养才有终身质保吗？哎，对对对。哦，行行行，那这么着咱也不多说，就是该砍价的我已经砍了，之前咱又那样砍了，然后这个你就再算一个价格出来，最终的一个价格是多少？好吧，减上200块钱。减去200的话，就112600块钱。这就是一个粉丝的提车价，是吧？对对对。那如果真拿视频来了，还是那句话，一定要在这个上边再给我优惠。肯定的，因为像保险这些哈，保险返利这些都给粉丝了。行行，那这样啊，粉丝一定要记住，像这个价格拿视频来，只能比这个再优惠一点。肯定不会再高。刚才呢，55 plus 的砍价咱也看完了，然后再到他家的销量大哥了。CS75 Plus 光去年一年呢，它就卖出了260000多辆，就这个销量，妥妥的没问题。长安 CS75 Plus 为什么销量这么高呢？它为什么能成功？就 Plus 这一个条件，它就抓住了部分国人买车时的需求。Plus 嘛，必须要大，就这个外观真的看起来相当的大。然后呢，整个的前脸这种黑色的中网搭配上这种黑灰的外观漆面，显得特别有运动感，并且这儿有红色的 S。然后它这个贯穿式的尾灯和我们刚才讲到的全新款逸动 Plus 一个样，在夜晚之后点亮特别有辨识度。然后呢，来到侧面，它整个2710的轴距，家用来说已经足够了，并且里边的内饰做的有足够有的豪华氛围了，双联屏啊，以及各种的舒适配置都能给到你，并且顶配的车型还会有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技术。具体怎么样？走，拉价。行 ，OK。然后这是375系15000多豪华车，是吧？然后厂家指导价就是15000多。写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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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做数，不过写上咱又做数了，写上写上嘛，写上啊啊。然后还是那个上牌购置税可以自己去弄，是吧？这个价格咱已经减出来了，是吧？保养折现还有2000元，也可以也保养折现，这是除了首保之外是免费赠送的，如果不要那11次的保养也是折了2000块钱，是吧？对。 OK， 然后75P 这么大个车，这个精品装潢这个还送吗？
我们长安还是一如既往哈。不管你要不要都送，不管你要不要，我们一定会送给你。行，那这个一定要送，因为大车贴膜那肯定费钱多，好吧？对对。行，那总共算下来是多少钱？算下来的话，12万3千9。哦，就是减完这点也是12万3千9是吧？之后是12万3千9。啊，之前裸车是多少？12万2千9，然后。这不对呀，高了呀。没有啊，这是裸车价格嘛，这是。然后你裸车价，然后你要购，因为购置税和上牌是自己去买嘛，自己去办理哈。然后我们这里的话，只有一个保险费用，只需要一个保险费用，然后我们的。因为是回馈粉丝朋友哈，然后返利的话，因为当时你购买为算哈，然后该返多少钱返给粉丝们啊，然后因为是优惠了3500嘛，真的是3500，你再用12万4千减3900，然后加保险钱就等于12万3千9，然后购置税自己去办理就行了，那肯定是低于市场价的。哦，那行，那这样这个都优惠1500了，我操，之前我砍价砍少了，之前1000。下次拿粉丝拿视频来了啊，别的视频可能还能砍，记住了啊。好了，刚才惊险刺激的环节看的都挺过瘾的吧？如果想买车的话，一定要截屏下来，拿着这个价格来这个4S店，肯定还会有更大的一个优惠，我偷偷的告诉你们啊。然后呢，有几款车型我们没有介绍到，大家如果还想了解别的车型，私信我们，我们可以告诉你。然后最让我感到可惜的是没有 UNI 的系列，但是呢 UNI 的系列包括它新出的 UNI K， 前两天呢我们出了一个试驾报告，大家如果想看 UNI K 具体表现如何的话，可以翻看我们之前的一个视频。还有那句话，你们还想看什么车什么车型探店什么的砍价，告诉我，一定安排。